Was ist aber?三个一样的吧，选不了，你先选，换我来。杀！你挨个毛！我都吃了好多天差的了。啊别啊！啊别啊！被你选了，随便选一个嘛。终于没吃差的了，看来是不能贪心啊。到我了。哎呀，天天吃好的，想吃差的了。鞋子不管，我是小朋友。你的规矩就是规矩咯。我把话说清楚啊，说什么话了，大的就是王道。不选大的，不选对的。你愣哥要开心面对生活。哇，正能量哦。看好了，只选对的。看我的了！哎呀，再不能，实在是不稳啊！不行，我做这个瞎了。一个小土豆跟我抢。哎，又来。在我婆婆从后座上来的，一看就是空的，别说大佬，好久没吃这个东西了。看来今天我是赢家了。孩子们。
鞋子滚，二十九块。卖一点过去了是不是？话都没说完。分量大，肉多。嘿，这个很得劲。我知道，要你说。广东美食，湖南美食，你先选。最近有点不舒服。辛辣的。哎呀，小哑巴，好辛辣啊！没事，我还吃过猪脚饭呢。猪脚饭我不吃，太腻了。兄弟们，最近我们这个新品的舆论挺大的，连线大的测评博主都关注了，我也很感激那位大咖给予了中肯的评价，这件事情呢也给那位博主造成了不友好的评价，在这里我代表干饭兄弟给你说声抱歉。其实啊，我们就是一群普通人，做着普通人的事情，大道理我真的不懂太多，也没有一些套路什么的，我就知道一瓶酱菜卖出去税后能赚个两三块钱，说不赚钱那是不可能的。当然了，这里跟支持我们的粉丝们有直接的关系，没有你们我们啥也不是，我也没有什么文化，也不怎么会说话，我只知道做事必须要凭良心，给大家出的每个品我们必须把食品安全摆在第一，不能让信任我们的朋友寒了心。再次感谢大家。原来如此，厉害！那是故意的发酵是吧？好久没打你了是吧？他这个行为换我，我早打他了。咖喱饭从来都没吃过，咦，咖喱鸡天子饭。必须吃完。
Bye.
Lớp 1 đến lớp 5